总之马里奥来，什么意思？Hello， 大家好，我是喵哈，我们回来我们的 Super Mario， 我 RPG 没有，他没有播 Super Mario 是 RPG。OK， 那我们上一次追到一半，那因为这真的太长了，我那时候已经录超过一个小时了。那虽然剪出来没有到一个小时，就是那我们这那个长得像 Wario 的家伙把公主给绑走了。那我们追公主追到来到这山上，好像被有一对新人本来要结婚，就婚礼场景被抢走了。就是那个人，他把我们赶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如此相配的两个人，居然没有因此得到幸福。哎，我被他们卡住了，他们的蘑菇头也太大了吧！我都特地大老远跑来了，祝福这对新人的说：“太陡了。”他好像在忍着什么，他想去厕所吗？胡须杂乱的人到底是怎么搞的、啊？身边带着碧姬公主、欸，哎，他该不会是要跟公主结婚？那怪人突然跑来跟我说，接下来应该是我要举办婚礼，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感觉这个人的抱怨 好真实啊。本来还以为终于可以完婚了，说本来都已经想好要完婚以后 OK， 这个其实不用跟我们讲啦。哎，我们这里有道具店吗？啊，对哦，我们上一次是在道具店结尾，我刚刚就直接这样子给他闯出来了，偷看一下，有哎、欸。哈，你拿他的皮，而且是要60块，好贵哦。但是他们其他东西也都，哇，都好贵哦。不管了，我们都买一买吧。OK， 这样我们的能力就大上升了。然后这个看起来好像还好哎，他捡的东西好多，这是增加防御。哇，这也是捡一大堆。这欢乐裤子到底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可以把大家的能力给捡成这样？这个倒是可以给他装一下。不怕装备实在太悲剧了。甜蜜蜜戒指，这感觉应该是解任务用了。哇，钱一下就花到没有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看起来这个老爷爷好像有什么话想说。饭店充满高级感。OK， 你的话很不重要。楼上是什么？有隐藏的宝箱。这花好美哦。可是也跳不上去。踩他哎、欸欸，可以踩他，他完全没感觉。哦，有了，青蛙壁。这里目前禁止通行，就算让乌龟来推也一慢没办法通过，后门也是无法进出的，应该吧？所以后门可以进去。我是摄影师，你要不要拍一张照啊？是说刚有一群貌似厨师的人从婚礼会场的后门走了进去，这是什么？哪里有后门？我该怎么去后门？可以这么下去的吗？啊？这里也不能走哎、欸，什么意思？后门？后面看起来是山崖哎、欸，还是这个这一边这样子过去是后门？我已经按 A 连打了，有哎、欸。蛋糕看起来好奇怪哦，可以吃吗？不行。等一下，虽然你长得很像马里奥，但是这道门由我挡住了，所以乌龟跟那大胡子应该都进不来才对啊。所以，也许你并不是马里奥，快点说，快说点什么、啊？什么意思？哎呀，也许你真的是本尊，也许我应该向武奇大人回报。不能阻止他吗？打不开。总之，要是不打开这扇门，我就没办法向武奇大人回报。喂，你过来一下。接下来，你跟我一起冲刺，把那道门撞开。拜托了，你为什么要去拜托敌人啊？我不能先把他打饱吗？算了。加油，加油，加油！撞我，撞我！对对对对对，哎、欸、哎、欸，出点力，出点力。我是不会让你们通过，但两人联手我就没自信了。什么意思啊？那我要跟他一起撞吗？有了，他一定要测到刚好跑步一起来，好难哦！我不知道玩多少次了，我的天哪！
出车祸了，武器大人马里奥来了。我可没有因为听到他来而在洗澡惊慌失措，你又不是静香。总之先把门关上。马里奥，是马里奥来了对吧？我在这里，快来救我。所以他是在跟公主洗澡啊。我不会再让人通过了，但是要乌龟跟大胡子联手的话，我就没自信挡住了。好，乌龟跟大胡子，大胡子谁？真是没办法，看来又得靠啊，把大胡子是马里奥本人，就来靠本大爷最强的力量，跟你的超弱的力量一起来打开这扇门吧。所以要再冲刺一次啊！好棒、！OK， 我现在大概抓到他诀窍了。哦，好痛哦！啊，他头上的不见了，不见了。鞋子、戒指、胸针，还有皇冠，全都掉了。你怎么撞的？哎，太猛了！武器大人，好烦哦，这个公主。抱歉。好了，各位，我现在终于跟新娘一起抵达了婚礼现会场。啊，新娘怎么了？你眼睛痒吗？哎，这些水是……好咸呐、啊！你还舔她眼泪，好变态！武器大人，新娘可能是在流泪啊。流泪，泪水的味道好咸，真是糟糕，真是太糟糕啊！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快说！新娘身上饰品好像全部都消失了。哼，如果是这么糟糕，那蛋糕也很糟糕；如果连马里奥都来了，那就更糟糕了。他已经来喽，武器大人现在应该要把饰品全部找齐，让婚礼继续进行才对啊！蛋糕说不定也会在这段时间里抵达会场哦，这样也不错。你们快去把饰品给找到吧。他就被拖走。武器大人，你应该要站右侧，新娘要站左侧啊！我是故意这样站的、啊。你们为什么不在刚才排练的时候跟我说啊？武器大人，找到戒指了。武器大人，找到胸针了。不是，我以为这是我要去找，原来是他们就要找。这一段剧情超没必要的。鞋子也太大一个吧。武器大人，找到鞋子了。嗯，是不是还少一个？找不到皇冠。糟糕了，赶快得在所有蜡烛点燃之前把饰品找出来，然后救碧姬。如果速度不够快的话，说不定会有好事发生，也说不定哦。谁知道啦，看不到啦，哪里有皇冠啊？我们不能先把他们全部打一打就行了吗？哪里啊？皇冠会不会在这种地方啊？哦，白痴哦，他头上这个吧？OK， 拿到了。白痴，害我找那么久，结果在他头上。哦，是饰品，不过不用仔细看，也知道你是玛丽哦。看样子你总算跑来搅局了，但我完全没有思考过接下来的事情。玛丽哦。你终于来了，他的皇冠刚变那么大，谁看出来了？啊，飞走了，什么意思？呀，为什么库巴也会出现在这？是跟马里奥一起来的吗？这个嘛，说来话长，本大爷有不少苦衷。不过这样就只要待在马里奥身边，我就放心了。来，跟以前一样，这是谢礼。够了，谢礼，只有马里奥有，太不公平了。这次也要给本大爷谢礼。哎，你们在玩乐的方式实在让我很感兴趣，我也要加入啊！这什么意思啦？真是的，感觉情况越来越莫名其妙了啦。总之，玛丽要来，什么意思？哦，这我可以。嗯，真是粗糙的触感啊！哎呀，大家感情都很好呢。马里奥，谢谢你。走，我们一起回蘑菇城堡。大臣应该很担心吧？嗯，就这样，结束了。好，这款游戏结束了吧？应该还没吧？我们西西有一大半没找，真是让各位久等了。这会好吃吗？美味到不能再美味的蛋糕已经做好了。你做好之后，我就马上送过来。新娘跟新郎，在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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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新娘不见了，不见了。你要把新娘带走吗？
这样的话蛋糕就没人吃了啊，怎么可以这样？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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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要跟那武器打，我们要跟蛋糕打架吗？请问这蛋糕会动？不行不行啊啊，我忘记要按防御了，太久没玩导致我忘记这个游戏要怎么玩了。硬哦，那我得看一下他们在想什么。没有弱点，不可以欺负蛋糕，所以是蛋糕要欺负蛋糕的意思吗 ？OK， 我知道哦，他们弱点是蛋糕。草莓。不行！啪啪啪啪啪啪，好可爱哦！好痛！你突然做什么啊？主厨动了，刚才蛋糕动了。根本没在动啊，拜托别吓我好不好？奇怪，真是妙了。不行不行哦，感觉手做蛋糕会黏黏的。啪啪啪啪啪啪，好痛啊！所以他们彼此有攻击力吧？这次又怎么了？主厨动了，刚才蛋糕动了，你又来了！真的，我这个人不会说谎的。我看，你自己看，根本没在动啊！哦，动了！呀，蛋糕动了，快逃啊！我就说我没骗人吗？我们要跟蛋糕打架吧？你们用什么成分做出来的？一二三。是五根蜡烛，按 A 猛攻熄灭他的火吧。Oh my god， 他攻击速度有快。Oh my god， 他要弄到谁了？Oh no， 不吧！哦，原来汪汪的皮是那个样子吗？哦，有谁来？虽然很唐突，但你们应该先等一下。这个蛋糕是要给武奇大人享用的宝贵蛋糕，对吧？给他吃就好了。要是被别人擅自吃掉，我们就颜面尽失了。我们其实没有很想吃啊，可以给你们吃了。喂，一号，你说美味的蛋糕在哪？武奇大人，武奇大人，我认为你脚下那个物体有 70% 是蛋糕，其中 30% 是什么？哈，原来近在眼前啊！各位，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这个蛋糕用什么方式享用才是最美味的呢？我觉得用煮的应该嗨。二号出，虽然用煮的入口即化，应该很美味才是没错，不过直接把蛋糕一大口吃掉才是有礼貌的吃法哦。什么？你是说要一大口直接吃掉？结婚这件事情很简单，但做起来还也真是有够拼命啊！来吧，武奇大人，现在用你进行神圣的仪式，并往后退，并张开嘴巴，这对话很母汤。总觉得好像要开始紧张起来了。如果用言语来叙述现在的心情，感觉就像高空弹跳一半，发现身上忘了带绳子，那也太恐怖了吧！蛋糕，请享用。等一下，这蛋糕刚刚是不是动了？你看错了，心中又再次涌现一丝不安呢、啊。他吃掉了，哦，好吃到远出我的想象。为了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总之先哭再说吧。恭喜武奇大人，婚礼已经顺利的结束了。各位，谢谢你们，现在可以毫无顾虑的回家了，只为了吃蛋糕。这到底是哪出？什么意思？
好、哦，我到底看了什么？哎，真是多灾多难，你终于救我了，玛丽欧。走吧，终于可以回去了呢。不过今天的事情也开始让我思考自己该跟谁结婚了。哎呀，讨厌啦！不过我到底会跟谁结婚呢？啊，他有同伴，我们变成同伴，那我们可以操控碧姬吗？那这里应该是没东西，因为毕竟那个我们都戴那个戒指。那呀，同伴，真的耶，碧姬有九等哎。有点好奇耶，来跟他的招式、哦，他们真的也有招式耶。玛丽欧，那胡子杂乱的人刚离开，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出婚礼了吗？好开心啊！启动我们赶快办完婚礼，然后就这么办。虽然这话已经很老套，但谢谢你，各位，我们婚礼要开始了，到会场里面去吧。啊，这个人要去上厕所了没？冲进去。跟我们进去以后，他们对话会变吗？我忍不住了。好可怜。我发誓，我发誓，对话是一样。祝福的哦，费哎呀，那嘴唇哎，旋律，作曲齐诺可夫斯基，哎呀，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只有那个人冲走而已。哎，他们这个原来不是敌人哦，啊！不可以踩在蛋糕上，不行不行，好可爱哦！原来被他们看到会这样。好可爱哦，这个这也太可爱了。有那么多人，好，再靠拢一点，要拍哦。喂，你在做什么啊？再笑灿烂一点，要拍。不是，我怎么突然跑进来？这个是不是刚要上厕所了吗？啊，不是哎、欸，哎、okay, ，看来这个城镇可以离开了吗？然后就回到蘑菇城了。玛丽欧，欢迎回公主。我回来了，这次是玛丽欧还有他朋友救了我，得赶快通知大臣才行，请公主玛丽欧也去见大臣一面吧。当然，就是库巴在我旁边嘞。好，玛丽欧，我们一起见大臣吧。公主，她回来了。哦，公主，幸好你平安无事啊。各位担心真是抱歉，不过多亏玛丽欧，我才能平安回来。来来来，站着讲话也不太方便，我们到上面去了。还是站着讲话啊，玛丽欧，我要再次跟你道谢，真的很谢谢你。不过可以老实告诉我，你为什么跟库巴一起行动吗？库巴？为什么玛丽欧阁下会跟库巴？玛丽欧阁下，你可真爱开玩笑，你在这变成库巴打算要做什么？哎。库巴不会讲话。哎、欸，大臣，其他人不用担心，这次还有马六在我们身边。说的也是啊。对了，库巴，你也差不多该解释一下了吧？你之前不是说不少苦衷，到底什么意思啊？城堡被人抢走，这种事本大还说不出口，该怎么蒙混过去呢？他怕他拍肩呢，也太可爱了。好久不见，大臣、碧姬公主，我们大家一起解释吧。公主，库巴、玛丽欧在地名发生之后，他们三个人被震飞了，然后有一把剑摧毁了位于库巴城堡上空远处的星星之路，不偏不倚的，唰！
朝着城堡插了下去。后来固包城堡就被那个剑的主人，也就是锻造王二人给强占走了，所以本大爷现在无家可归。不对，本大爷现在是要把城堡抢回来。但是马里奥说他无论如何都要加入库巴军团，最后无可奈何，我就只好让他加入了。马里奥，没关系，我们懂的。然后这一位是马罗，你为什么跟马里奥行动呢？我是为了跟得到爸爸跟妈妈软绵绵拥抱才会协助马里奥旅行，是啥哈？我正在寻找自己的爸爸跟妈妈。哇，那真是不得了啊！希望你能早日与爸妈团聚。这位是吉诺，你为什么跟马里奥行动？他为什么要一直重复剧情啊？因为星星之路遭到锻造王的摧毁，而我是负责修复那地方的人。可是想要修复星星之路的话，我们还需要拥有星星碎片。星星碎片？没错，听说没有星星收集星星碎片的话，修复星星之路的话，世界上所有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了。哇，那还真是不得了呢。妈？举例来说，当你被库巴掳走的时候，马里奥可能就不会如你所愿去救你了。那样一来就再好不过，既然如此，本大爷就不决定不收集那东西了。库巴，如果事情变成这样的话，你也会没办法如愿回到自己城堡吧？嘿嘿，马里奥不再出现，或是本大爷不再流浪，没有马里奥就没有城堡，没有城堡就有马里，但是有城堡就有马里奥。总之，我们不想活在一个所有愿望无法实现的世界里，得尽快收集星星碎片才行。公主，你该不会是想要和他们一起踏上旅程吧？请你别再让大臣我还有提诺比奥们担心了。说的也是，对不起，我想先回家房休息了，感觉有点累。那个马里奥、马罗、吉诺还有库巴，你们要加油哦！啊，好了。多亏马六阁下出手相救，公主也平安回来，我想她应该已经天下太平了。等等，难道城堡先前所遭受的攻击也跟这事有关？啊，怎么会这样？大臣我又开始担心了。待你把公主救回来之后说这些，可能有显得厚脸皮，但请尽快打倒那叫锻造王的人吧，大臣我第三次拜托你了。平安无事的护送碧姬公主回城堡，她最后还是决定留在蘑菇城里。Are you sure about that？ 可是她刚刚有在我们的队伍里。公主终于回来，你也辛苦了。玛丽亚，你要加油哦！还真的嘞。那这样子，我们的队员，好吧，那我们就先出花吧。马里奥，谁？我刚才从他房间离开，不是吗？什么意思？你要跳了？火啊！对，我都忘记他闪无敌了。好恐怖，我可以不要靠近吗？突然有一个人 女的从天而降，看起来超恐怖的啦。拜托了，带我一起走吧。你放心，还有婆婆在背后帮我，不会有人察觉到我离开的。最好是啊，旁边那些香菇都是瞎了吗？走，我们一起去寻找星星碎片吧。但是碎片到底在哪里，我也实在毫无头绪了。马里奥，这种时候冰崩，这种时候就是该找一下爷爷青蛙仙人打听一下消息，他肯定知道些线索的。那就出发吧，我也会好好努力，请多关照咯。不出所料，碧姬再次成为了同伴。好哦，我们又回到呱呱湖。呱呱湖，呱呱碧姬呱来呀姐。爷爷，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星星碎片的传闻呢？啊，马罗是你啊！我现在正好得到关于流星的最新资讯，听说有一颗巨大的星星在星星降落之秋陨落了，希望那是星星碎片。原来如此，感觉星星碎片的确很有可能会掉在那地方。好，那就马上到星星降落之秋去看看吧。
就这样，就为了得到这一句话。啊，他果然又回来了。难道变了？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去偷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符号是什么，不然等一下白跑一趟。它变了耶，而且我一次都没猜到，所以它这次音很低哦。这个旋律，我找到灵感了。收下我的心意，男高音卡。奇怪，这是给一样的东西吗？我该不会拿到两张了吧？哦，他之前是女低音卡，现在是男高音卡。哇塞，我们要拿到多少次啊？好啦，我们刚刚为了拼那个乐谱又耗了一堆的时间，所以今天先到这里吧。下一次我们应该就是要往新的什么星星之类的什么的那个挖沟的那个那个地图前进。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结束啦，谢谢大家收看，大家拜拜。